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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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，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？茉莉公主，答对了。那她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？阿拉丁，茉莉公主的神灯。你知道她是谁吗？你有看到她吗？你有看到她吗？等一下，她是不是在入戏？因为她是无脸男，她不会说话。你喜欢茉莉公主吗？那你觉得我今天漂亮吗？漂亮，好，问到这边就 OK 了。阿拉丁里面的公主，那你觉得我今天漂亮吗？嗯，你喜欢这个角色吗？她虽然不是长得很帅，但不过我觉得她还蛮搞笑的。好，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茉莉公主。哦，你喜欢吗？那你最喜欢哪一个公主？茉莉公主。你今天扮的是什么？棺材。棺材啊，黑人抬棺材。是谁想到的？我。噔噔噔噔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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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你扮完以后开心吗？开心，哦，开心。你下次还会想扮扮看其他女生的角色吗？你要不要扮我这个？你跟他说去不要扮什么？如果你可以许一个愿望，你要许什么？可是我不会实现呢。等一下，好现实，好现实哦。那有圣诞老人吗？没有啊，是假的。我一直以为有哎，都没有人告诉我。假的。你知道你今天扮的是谁吗？老板。是谁帮你弄的？爸爸。爸爸也很厉害。那爸爸做这个做多久你知道吗？半年。半年？你会跳机械舞吗？哇，跳一下，弟弟跳一下。跳一下。天坛这边。来，我们跳吧。扮的是什么？骷髅头。他超人力霸王。啊？他超人力霸王。超能力霸王。不可以啊。口罩贩卖机，投这里。好，我投好了。哎，出来了。这个啊，这个是什么？量。哦，他卖的。一个剩是十四个。哦。这个是谁帮你做的？妈妈哦。你为什么要扮大黄蜂？保护大家。那你要保护我吗？还是你要拿剑打我？那你跟我分享你今天扮的是谁？唐老鸭。唐老鸭是你最喜欢的角色吗？你今天扮的是谁？艾丽尔。那你怎么没有鱼尾巴？还没到。你的鱼尾巴还没到货是不是？好，你今天扮的是什么？鬼灭之刃的真菇。啊，你有在看吗？有，是我在那个 MOD 里面看的。MOD 里面突然打起广告来。那你最喜欢《鬼灭之刃》里面哪一个角色？香奈乎。那你怎么没有扮他？因为爸爸就希望我扮这样。哦，都是你们自己最喜欢的角色吗？对。你们还有其他喜欢的角色吗？爱象。大象。为什么喜欢大象跟恐龙？大象酷。大象哪里酷？鼻子很长。那你会唱大象大象吗？那你可以唱给我听吗？什么鼻子妈妈唱？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。Yeah!